你们有没有想过要给他送一个大学礼物？吃不吃不吃饭？对，饭都没有，哪里有礼物？生日的时候，你收到过他们俩送你什么礼物？电磁炉。谢谢呢？你们快说送了我什么？我送你巧克力了。我送了你。你刚刚说送了什么？什么？谁说过啊？真的是开玩笑。那个打棒球甩不是要靠腰，不是要靠手。他的戏里边经常有几个被打伤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我。It's a secret.